있어. Weekend and days I can hardly see. I lose all control and something takes over me. In the days your love so amazing. It's not a phase. I want you to stay with me by my side. I swallow all of my pride. 一开始想学习这个打卡方法，结果我这个二 B 挤不进去。来看看更简单的，传送到海洋日的小朵，随便在哪里炖的，向圣岛大山的方向潜水，已经可以看到了，就在这里。游过去，从这个建模缝隙的下面绕一下。这样就好了，黄昏时就更绝了。有变色效果，温馨提示，遥控过几分钟会变得扭曲，大家回忆境再重复操作就可以了。我的爱也曾经深深温暖你的心灵，你和他之间。我们来到陈岛，在这里矮人遁地或者双人遁地，双人遁地教过很多次了，你们要是还不会，我就再教一次。背工具人，点击躺倒动作或者颓废动作三击。工具人点坐下，因为矮人影响打卡效果，我很偏爱这个方法。向陈岛入口的方向游，这个黑色建模可以粘住脚。听见冬天的离开，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，我想我等我期待，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。先来到雨林大树屋，从这个门走进去，往这里飞，这里是粉丝投稿的观景台。另外我又发现了几个很好看的地方，视角向左转有一片水面，落在这个水面上，这里浮力比较小，大家注意别落下去了。摆好姿势，缓慢下拉视角。这真的好好看，有雨滴有水波，还不会掉能量。另外一个地方在这里，还挺好看。坐下拉视角，我好爱这种清冷的感觉，快去打卡吧。想把你抱进身体里面，不敢让你看见。最近宝贝们的投稿有点多，容我慢慢拍。来到陈岛终点，先讲单人方法。在右侧的第一扇网格窗底部遁地，我们需要飞到神庙上面，这里风大，不要切滑翔，
往对面走。在这里遁地，这里有一块透明平台，往前走一点可以卡掉多余的建模。双人方法需要解锁贝贝，先用指路或者摔倒动作卡到窗户外面，还是飞到神庙上。工具人背我们点摔倒，我们点坐下，这是第一层，再来背倒坐下 OK 了。这个景点有一点小变化，这是之前的变色，这是现在的。打卡方式没变，但是一定不能开门，不能开门，不能开门，必须从后面绕过去，避开开门动画。那石头桥其实就是动画之后砸你的玩意儿。飞过第一堵墙，继续蹭云往前飞。往第二堵墙右前方飞，靠近才看得到，往下落就变粉了。找不到粉色月亮别怕，多换一换视角和画面大小，它的出现比较刁钻。我知道我都明了，完美降落出现在我身边，没有预兆呀。 Baby you're the one got me feeling so great， 就像龙来到雨林隐藏图，向最上方的出口飞。这个是双人方法，飞到门框左侧的平台上，被摔卡出去。找一下鸟群的位置，放上坐具就可以了。这个是单人方法，需要矮人。后面步骤是一样的，我就跳过了。视角向后看，落在黑色建模里面，是一个小屋子。这是灯笼效果，这是烟花效果。另外，这里和纸片森林的鸟群不一样，上面更开阔，但是风很大。来自粉丝投稿的小众挂机点，在这几个小罐子旁边遁地，单人记得戴矮人面具，也可以背背遁地，下面的人点击颓废三级。然后上面的人点击坐下，游进去。这样就到了，有水面和云层，还有落脚的平台，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。